这又是啥小？可以进去吗？哎，音乐盒啊，这边好多这个、哦，甩甩熊、泡汤熊，哎，熊会飞耶！哎，靠背，干了那么大只，他怎么变这样啊？等等，我是要跑吗？他怎么变那么大只啊？你们看他变超大只欸，靠北啊，现在要干嘛啦？击败啊，这是小六吗？他不是主角吗？我跟你交换，我们做友善的交流，来，我们来交流交流，来啦，叔叔藤来，来，叔叔藤。来，我给你玩具，给你。我、哦、要叫他是不是？好。好、哦，把他唤醒回来是不是？这我会。干你娘！你是不是叫我顾啊？你娘 ！O 吗？不是 O 啦 ，Q 啦。他叫我叫他呢。我要站远一点。他妈的，叫他还要站远一点。哦，还有这样子哦。好妙。哦，要把他拉出来。啊，来，跟我走，来，请跟我来，请跟我来。那你这个借我玩一下。那我玩看。哎小，你这个会动，你不要吵，玩啊！哎小，来，请跟我来，来，哎，太好了，干你娘的，没跟你叫，你没擦小娃，你娘的，你是的，干你娘是的考你，你是的。我他妈叫你不理我，是不是？你干你娘！哎、欸，我会跳哎、欸！你起来靠背！你起来干！我跳！欸、啊！把我锤子打掉了！完了，我锤子哎、欸！啊！完了！我的锤啊嘞！啊，在旁边。难道？我打月河呀！啊 ，sorry， 是的，叫啥小？叫啥小？哎、欸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哎、欸，起来烤你干！不是啊，嘿吗？哎、欸，友善交流，哎、欸，你忘记了？那写的靠背啊，干！妈的，是要跑，他妈的！干你呀，西呐，你们消音呐，干！啊！不要叫，你叫，我跟着你叫，干你娘，你别叫！啊哈哈哈！啊！干！快跑！我走你走那边，哎，干你娘，哎，干你娘！就他小啦，干你呀！不要吵！啊，干你！干！快！我觉得他是在附近，出来！干！哎呦你的鸡巴！啊，干你呀！在保护那婴儿就对了，干你呀，鸡巴！俺都敢黑惊死你阿妈了啦！你是在靠？哎、欸，我的叫声，他会。要许鸡巴这小六他妈跟他潇洒不？你啊比白银还小你！你是在靠背、啊？干你鸡巴你娘！你怎么叫叫叫叫领导的回小组？叫领导的回小组！
妈的三老八不离席，我矿会拍，我矿会拍狼心的，失败。妈，那小六跟神经病一样，妈是异形。哎呦，我的大叫有超能力哦！魔音传耳，嘿，嘿，有回音的，你看。哦，现在我很猛。哎，又是斧头，太好了！有斧头就代表安全感。我跟你讲，玩恐怖游戏哦，有斧头就代表安全感，几万我拿不到。靠背，哎，哎，给我拿，哦，可以，老婆来，来啊，干你娘，来，什么西裤头给我输啊？我看一下旁边那个可以过吗？哇！他飞的妈的比飞龙在天还快！好，来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靠背，从这边下去，从这边，然后我右左右上可以直接到这边。先叫一下，然后吸引他，然后吸引他往然后这边，直接结束。啊哒！这真是太简单了，轻轻伤伤了。所以我刚刚在拿斧头掉下来的第一个理论是对的。他妈，你还没死啊！干，来，让我来给你最后那一下。来来，炸炸炸炸炸，让你看看像是老大，鬼刚啊！靠背啊，怎么就死？那现在是不知道谁是老大对了，操你妹！干你娘！你是咧？你是咧考？他妈的爬嘞！让看谁是老大！干干干干！鬼刚鬼刚！他妈鬼刚鬼刚鬼刚！鬼刚你啊！你鬼刚！你他妈救我了没？啊！你在那边比他小，你是在靠？小六，来来来来，我带你，我带你，干你娘！你又放，你又抛弃我，操你妹的！我干你老师嘞！这小六真的是要把你拉傻的，他妈的嘞！我要拉着你走说，干你娘！不收音啊！你这不收音啊！鸡巴！等一下！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救你！他妈，你还抛弃我，干你娘！啊干！再次，我知道怎么过。哎呦，哎呦，软软的，软软的，干你娘，软软的，哎呦！快快快快快，这个应该可以跳，这个软软的可以跳啦，靠背啊，这个可以跳，可以赶快跑啊，不然跟猪一样干，那是北西哦。哎，抓不到，你抓不到，哎呦，要跑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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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小六不要跑那么快，我操你妹，我操你妹！啊，大家有机会，真的要不打死操！哎西，哎西，我追到你看，哎，我追到他，你看，我追到他了，告，哎，告呗！哎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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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把就可以踩，那个把就可以踩。小弟，我追到你了，我跟你讲，追到他代表成功，代表成功，成功了。救我啊！他妈的，这小六真的是砸很砸碎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混兽音呐！哎哎，我哎哎、欸，救我！打没有？
等一下，我快结局，你不要打来，你干你个鸡巴！我他妈快结局了，你不要打来，你干你娘！死小六，我干你娘！拉我上去！他妈的，小六确定是我的人吗？干！他把我放掉哎、欸！他妈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们看什么叫做天花板！我操你妹的！有声音，哎、欸，有东西。椅子。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怎么回事啊？靠北。他会变成小六啊！我会变成那个迈克尔·杰克逊。就问你自己跟小六那个人。我就是帽子男。长大就变帽子男哦，所以他才把他放手。他怎么那么奇怪？他长大就变帽子男哦。小六看到你的脸哦，他好妙哦，他妈的！那我老婆就拿斧头进来干。哎，好妙哦。哦，他跳过去，他抓到他抓他的时候，光线照他的脸，所以他认出来帽子男。所以我就是长大之后的那个，就是小时候的样子。靠腰，因为是一个噩梦。哎、欸，靠腰，真的变成他嘞、欸。等一下，他重点是说，应该是小六看出，对啊，可是为什么小六会看？因为小六看到他是帽子男，所以要把手放开。